你们要跟我扭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我现在正在拍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的封面大片。夜风挑动衣襟，夕阳多云偷看，看见金色的山。在他拍摄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给你特别美的瞬间，我觉得一些音乐往往能给他带动起来，就是让他拍摄的时候他自己在舞动，我来抓住他一些美好的瞬间，就是不需要太多刻意的动作去塑造他。这一次拍摄的主题呢，我们在大片里面是以黑色为主，有比较中性的酷一点的，也有比较妩媚的，也有比较性感的，然后让他呈现多面化的张靓颖。我记得其中有一套就是带花纹的深色的衣服，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风格，那对于我来讲也算是发现了另一个就是拍照可以出现的另一个样子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很期待出来的大片是什么样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年纪轻轻只是最近发行的这一张新专辑叫做《倾听张靓颖》，我觉得就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，希望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场合，一个氛围，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倾听上面，所以非常开心有了这一次 live 专辑。